大家好，我是二堂购物的创办人，那我是 Ben。我们的经营理念就是人生简单，吃锅睡觉旅行而已。我做火锅产业大约有10年左右，那店内会有许多的异国锅物料理，这些都是我们旅游时的回忆。我们将这一份回忆带回来台湾，啊，跟具有30年研发经验的主厨共同商议，将这些锅物料理加入到菜单之中。我把墨西哥辣肉酱跟牛奶做结合，然后融入在火锅的锅物料理里面。那这个汤头它喝起来不会过于呛辣，算是蛮温和的辣的。那现在也是目前店内客人最喜欢的锅物。鲜香大骨锅的话，因为有加入50年的汤头配方，它喝起来会自然回甘。那再配上店内现场直接炒作的这个爆炒培根牛肉的话，算是最适合的组合。店内装潢的特色就是用了3种主要的元素，透过这3种元素的结合，想要给客人是简单、时尚哦，然后是工业风的店内陈设哦。店内所有的牛肉都是美国进口的，那会选择美国牛，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油花是比较均匀，吃起来也会偏甜，口感也比较软嫩。那它因为是玉米饲养的牛只，所以它本身不会具有草腥味。那如果今天喜欢吃嫩一点的话，可以推荐的是板腱牛。那如果喜欢吃比较有口感的，会是背肩牛。那今天想要吃好一点的话，可以试试看我们的美国安格斯虎骨牛小排。那这块牛肉的话，它本身特别的甜，香气也特别浓郁，口感软嫩，算是我自己最喜欢吃的。店内最多人点的2种饮料，一个是我不是太奶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冰地咖啡。我们创业的旅程还在持续进行中，我们立志成为高雄火锅店的不二之选。